快速精准的智慧医疗整合平台，是实现智慧医院的精神。台湾医疗的技术不仅在全球名列前茅，也透过医疗的整合，提供了许多独特的解决方案。在 Internet 的潮流之下，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，让更多的医院可以很快的找到台湾的提供的这个产品。台湾的智慧医疗具有非常坚强的这个实力，透过物联网把医疗仪器的资讯也一起整合进来，那么就是全世界最坚强独一无二的整合平台。台湾智慧医疗创新整合平台推动规划有五大方向，包含智慧医疗产品入口网站，整合智慧医疗产业资讯，汇集优质智慧医疗产品，媒合医产研发创新及行销海外市场，拓展商机。医策会所建制的智慧医疗创新整合平台，把医疗上所需要的所有的解决方案产品化跟模组化，才能够让台湾的智慧医疗产业有往国际发展的一个商机。台湾其实把这两个优势整合之后，变成一个新的平台，再透过台湾政府能够有效的去推广到国际市场。透过了智慧医疗平台，让业界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产品，帮助医界去提升它医疗品质，也可以达到更好的医疗成果。医策会汇集各医疗院所与厂商之整合解决方案，纳入台湾智慧医疗创新整合平台，鼓励医疗产业链串联合作，达到降低医疗成本、减少病患等候时间、减轻医护人员工作负担的主要目标，并将台湾发展智慧医院的经验能够行销到国外，将台湾医疗推向世界舞台，达到医疗服务传递世界的愿景。